来，小伙伴，坐下来，好吧？好，你好，这位先生，请问贵姓？王先生啊，从哪里过来呢？从美国。美国过来的啊，辛苦了。好，你好，这位先生，请问贵姓？孙先生啊，两位辛苦了。好，请两位上来体验一下我们姚的婚礼啊，当一位我们姚的新郎官，介绍一下我们姚的新郎官，必须要先给两位先打扮一下啊。打扮成我们姚家新郎官的模样，来，请两位来跟我们小伙子到后台去打扮一下啊！来，请跟着小伙子到后台去。好，中国有十六个民族，每个民族风俗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姚家有。